阿底峡真者传授第一是讲贡康楚仁波切著传，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噶当派啊，就是阿底峡真者创建的。他是这个应该说是后弘期的首创者，第一代祖师。那噶当派后来变成格鲁派哈，格鲁派的传承。米勒日巴的嫡传弟子冈波巴，在这个噶当巴的这个寺庙出家，他常常将这个噶当和噶举两派的传承融合在他的教法里。那么这个修行七要呢，就是其中之一。冈波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师哈，他虽然是噶举派的传承，但是他又两个教派融合在一块了。修行七要呢，即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第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第一世讲贡康楚罗卓他耶所撰写的教本，由阿旺占波喇嘛辑录精要编写而成。第一世讲贡康楚是19世纪的一位大成就者啊，他是属于噶举派的，是大宝法王的四大心智之一啊。第一世讲贡康楚的成就很高，那么后来接着就有他的第一、第二、第三世。藏传佛教里他都是这样的，就是某一位祖师他的成就很大，就有了第一世。天道与人道的快乐呢，都非很久的。我执呢，执行者所证得的，也非究竟涅槃啊，就是你有我执的行者啊，所证得非究竟涅槃。我们生命最终的目标是要开悟成佛，其唯有既有对菩提心之修习和究竟菩提心的禅观，使能达成。前者是慈悲和爱心的培养升起，后者则是安住不动，当下知了清净的禅定。对，那我们汉地人呢，都是对后面这一个比较感兴趣，那对前面的呢，事实菩提心的培养修习呢就不重视啊。所以说我们的人品都有问题，很多人啊，这个大乘的门都入不了。大乘佛法的根本教义在于发愿度众，开悟成佛。他的愿力本身即是一种慈悲。成佛后呢，由于无缘同体是大慈悲心呢，不住涅槃，仍然继续以立生度众为事业。第三，初学者虽无法真正了解究竟的菩提心，但若认真的修行，绝对可以体验到相对菩提心。一旦相对菩提心升起，自然就可了悟究竟的菩提心。相对菩提心呢，它也是一个不断的提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啊。因为它既然是相对嘛，或者叫相似啊，有几分相似呢？一分相似也是相似啊，是吧？两分相似也是相似啊。然后你达到8分9分了，那就已经快接近圣意菩提心了啊。10分相似就是圣意菩提心啊。所以说这个相似菩提心呢，也是一个这样的提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即使是圣意菩提心呢，刚证悟的时候呢，它也不是究竟的啊，它只是一个空性的智慧证悟了，但是呢，它没有证悟大中观的境界。所以昨天也说了，圣意菩提心呢，它还不是最究竟的，它是相对相似菩提心而言的一个究竟菩提心，所以说呢，还没有进入中道实相。所以上一次师父说过这个话。有一个最后的菩提心叫做究竟圣意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心还不是一个完全只有一种状态啊，有了内观的智慧，无我的了悟，这个都算圣意菩提心，这个都还不能算是究竟圣意的菩提心。那么究竟圣意菩提心呢，必须是我们汉传佛教是明心见性呢，或者是藏传佛教的大圆满的这种见地，那才是究竟圣意的。这个是师父的一个说法啊，在外面也没有这样说，但师父呢还是要告诉你们。相对菩提心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不是究竟圣意的菩提心呢，都算是相对的菩提心啊。
那么这里说的相对菩提心呢，一般是指还没有证悟这个空性的这种菩提心啊。那这种菩提心的层次就很低的啊，但是有这种菩提心也可以往生西方啊，没有证悟空性。那么有了人无我空性智慧的，那你的菩提心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啊。如果有法无我的空性，那更是圣意菩提心了。那只有到了最后大圆满的见地呢，才是究竟圣意的菩提心啊，大概是这么分啊。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呢，还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修行呢是有很多的次第的。那即使是相对的菩提心呢，随着你对空性智慧的熏习升起定解，乃至修加行，你的菩提心都在不断的变化。相对菩提心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就像一朵花一样，从刚刚开花是吧，到慢慢的变大，最后越长越大啊。这个花呢就好像相对菩提心一样的，开到最大了是吧，啊，再慢慢的结果了。那果刚开始很小是吧，慢慢的果越长越大，最后慢慢的成熟啊。这个圣意菩提心就相当于这个果实一样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花是在慢慢变大的，果也是一点点长大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状态啊。当然了，花就是花，果就是果啊，还是有一个不同啊，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吧？果有小果，有大果，花也有小花、大花，花开到后面还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要这样去理解这个菩提心。这是个比喻哈，师父把这个开花的过程比喻成相对菩提心的修行过程，把果呢从小到大到成熟的过程呢比喻成啊圣意菩提心的这个修持过程。因此呢，基于以上的理由呢，我们要勤修相对菩提心这个法门的精髓，我们称之为自他相换，或者是以己换他。啊，有许多其他的菩提心的训练法门呢，均由本意阐演而出。这个相对菩提心哈，修到精髓的部分，就自他相换。第一，根本教法啊，就是包含七项重点：第一，前行法；第二，正行法；第三，转运缘成法道资粮。第四，终身行持；第五，修持的成果；第六，修心的戒律；第七，学习修心。从七个方面来展现，所以叫修心七要。第一要，前行法，前行的准备。每段菩提心禅修开始前呢，我们应做如下的观想：头顶莲花，月轮宝座上，根本上师端坐，庄严微小，遍身放光，充满宇宙，同体之大悲，是诸传承宝上师的总色体现啊。就是所有的传承上师哈，他的这个心髓都传到这一个上师，以一个上师来代表所有的上师的传承总色体现。我们虔诚的向他祈求：上师啊，我如实的精神导师，请你慈悲加持我，让殊胜的菩提悲心在我的心底升起。如是尽可能的祈求多次后，观想上师由头顶下降到心轮，安住于光明网罩中。每段传修前，这段类似上师相应法的前行是相当重要的。这里说的相当重要，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很难。你对上师要升起如佛思想的话，才可以这样观想，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这样想，你得不到这样的加持，你就观想本尊。如果你说我观想这个往生了的上师行不行，那你观想往生上师，你还不如观想本尊呢。那就是说这要见得到的呢，你现实的上师啊，当然你过去曾经亲近过的上师，你有信心的也可以，就是你这辈子亲近过的。如果你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都没见过他，只是看过他的照片啊，像元音老人一样，你只能看过他的书啊，你对他有信心呢，但是你这样你还不如观想本尊呢，你直接观想文殊菩萨更好。为什么？
你没见过啊，是吧？其实呢，上师相应法为什么说比本尊更殊胜呢？就是因为上师呢，他在你身边，如果你升起信心是最好的，如果你升不起那个信心来也没关系，你就观想本尊啊，在你的头顶上，文殊菩萨或者观音菩萨都行啊。如果你有其他的根本上师也可以，反正你必须要你最有信心的上师，并且你真的跟他学过法的、见过面的那个不算，是吧？把法传给你了才叫上师，没传过法的那叫什么上师？那这灌个顶那都不叫上师，灌个顶你都听不懂，是吧？你就咕噜咕噜念一下，那就上师了，那真的是咕噜上师了啊！南无咕噜呗，你如果真的没有上师，或者你对哪个上师现在还暂时生不起信心来，也许以后有，是吧？你就观想本尊。啊，你最有信心的本尊，你可能觉得观音菩萨我最有信心，那就观音菩萨。如果晚上做噩梦的时候的话，有鬼追你的时候呢，你想起来的第一个本尊那就是你的本尊啊。你要是那个人要大叫观音菩萨，那就是观音菩萨，就是你的本尊啊。观音菩萨就是跟你最有缘啊，你就把观音菩萨当着你的上师一样，你也只能这样想了啊。当然这样想也是很有加持力的，但是确实没有上师相应法更有加持力，这是肯定的啊。因为有上师他还有本尊呢，你看有上师再加上本尊，那比你光有本尊的强多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加持力。并且呢，你们都听过西藏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观想上师呢，这个加持呢比观想十方诸佛的这个加持还大，这个密法里他是这么想的哈。修法之道，蒋公仁波切在所有开始前均以将心转向佛法之四念处开始，此四念或曰四共加行：一、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过患，业报因果啊。仁波切尤其强调初学者应多方面的参考这方面的资料，这是最基本的教义，应根植于我们的心中啊。其实这四方面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啊，很多初学者到这里来的哈，四个方面的串习还是不够啊，串习不够呢就会出离心生的不够好啊，修行的就不相应。因为人生难得，学好了以后啊，那你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哈，你会很精进的。这个侠满难得呀，真的是刚学完的时候你晚上都睡不着觉，人生那么难得，你不抓紧时间修行你会觉得太可惜了。人生难得其实真的是比掉金子还难得，你要想明白了以后啊，真的是会日夜精进，没有时间玩那些时间法了，一点都不再想玩了。还死亡无常也是这样啊，你要学完了以后啊，修行就非常的迫切啊，一天都不想浪费，勇猛精进，是吧？你知道人生难得，死亡无常，你再看轮回的过患，你就一点都不想轮回了，是吧？所以这个在讲因果不虚啊，祖师啊，把这个修行的窍诀啊，就用这16个字，你看就概括的很好了，所以说你们只要从四个方面去思维，你记住这16个字，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就去观修，观修不出来就看着法本观修，你把人生难得看一遍，然后就开始禅修，禅修7天，7天之内你就天天想人生难得，然后再想死亡无常啊，再观修7天，然后轮回过患观修7天啊，因果不虚观修7天，28天以后你这个出离心就差不多成就了，真是这样修的，必须这样修，都把窍诀交给你了，我希望你们真的有人这样去做，特别是出来的人哈。关于这4点，仁波切又简短的开始，我们之所以有机会修行佛法，乃因拥有宝贵的人生以自由，这是源于我们过去生的善行，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此善业功德，因此他的福报自由与人生也是非常殊胜难得的。
我们现在既已获有它，便不应将它虚掷。当我们仍拥有自由且能够修行时，应努力勤修正法。生命长短不定，死亡之因亦有千百种，我们不能确定过了今天是否还有明天，因此从今天开始要下定决心认真修行。死亡时万般皆带不去，唯有善恶业随身。此生拥有的美食、锦衣、金钱、财富、华屋、房产、声名、权势等，此时对我们一点都不注意。事实上仔细分析，人的一生并非十分需要这些东西的。因果不昧，虽善恶业得果报，死亡后不管得生六道何处，总是痛苦等待我们。因此我们要深思熟虑，绝不造作害人之恶行，甚以生命为赌。我们要勤修善业，积聚福德。本段的四念处呢，以及每次的菩提心的禅修之后，都要做普贤七支佛事供养。平常要时刻不忘将菩提心的修习以及禅观的意义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心行啊，就是你的心里的那个形式啊，就是心相续啊，让我们的心相续能够念念不忘啊，能够经常串习，就叫心行。就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是这么行的，不是表面的，发自内心的这么想啊。这个七支佛是供养，即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注释普解回向。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个是串习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前行，就是你必须先串习这个，再来串习世俗菩提心。也就是说，你先把初离心发好了，再来串习菩提心，也是这个意思。修世俗菩提心之前，先要串习这个四功加行啊，四功加行串习完了以后，再修世俗菩提心啊，然后修完了以后呢，再做这个普贤七支佛是供养，做回向。这个是窍诀啊，就是弟子们如果这样修，很快就能够把前行修好，落实啊，就是要正式的去修。第二个是正行法。一就近菩提心的禅修啊，这现在就讲了一就近菩提心。就近菩提心就是圣意菩提心啊，修完前行法的第一项简易的上师相应法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最后才是上师相应法。那这本书呢，一开头就是上师相应法啊，自然将身体打直，记着数息吐息各21次，将心静虑下来。静虑就是禅定的意思啊，通过21次的深呼吸，接着观世间万法，包括一切有情，都是一场虚梦，存有我心所患，实无本体。要懂得维持的思想啊，所以你看似简单，实际上挺难的。慢慢加强这种如梦如幻的感觉。这个你要多听那个行梦辩论歌，还有维持的课啊。这点看上去就一句话，但是要长时间的串习，然后将注意力转至心的本质上。当我们检视心的特性，例如颜色、形状、大小等等，什么也没发现，心无来处，因此称为无声，当下找不出它住于身体之内或外，最后也看不出它终极于何处。心由何处升起，此刻在哪里，往何处去，我们应常检视心的本质，使在累积的禅修经验中渐有肯定的认知。当我们生病时服药使它痊愈，当我们为烦恼业障所逼一如生病时，便应既有上述禅修方法恢复心理以精神的健康。
此亦即我们本具之佛性。仁波切把几个禅修中出现的体悟称为心要，例如身与心皆是空的，空性中无有好坏之别等。他说将心放松，直观这些念头，任其来去，却又了然分明，这是禅修究竟菩提心的方法啊！你看，将心放松，直观这些念头，任其来去，了然分明。另一种方法更直接，把心自然安住于佛性中，即诸法之真意本质，无一丝成熟心识的纷扰。仁波切做了一个简短的浅释，将心自然安住，心明而不散乱，心无所缘。心无所缘是很难的，心无所缘就是自安住，自安住就是自己安住在自己的状态里面，没有所缘啊，没有能所，这个心呢、没有能所是很难的，我们这个心总是有能所。你什么时候做到心无能所了，那呀那就好办了，是不是？不攀缘了，那是真的不攀缘了，不往外攀缘啊，就是心不去追逐外境啊。虽然有境，我们心呢往回看，我们平常的时候呢，这个心啊是去关注这个对境，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种境啊，那就是六识嘛。六识有六种相分，那这个相分呢，我们都会去关注执着。现在呢，我们把心回光返照。那么六种境当下就会熄灭的，你可以试一下啊。我们的心往回照，去照你那个见分、自证分，你心就是了了分明啊。心无所缘，心呢不去观这个如梦如幻呢，不去执着外境的话，其实还是根上还是要居住空性智慧，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比较有深切的体验。那个时候你观这个。啊，念头的来去呀、因为没有我执的缘故，这个念头的来去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我呀，这个念头会来去呢，那就不是我起的念，啊，升起的烦恼也不是我在烦恼，它是业力的推动，啊，没有我执以后呢，那些妄念呢，就是那些微细的念头啊，各种念头来了呢，你不会执着这是我的念头，啊，那你就看到它来去了，就像看到这个。天空的流星一样看它来去，你不会执着那是我的流星，是吧？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执着啊，就像念头就像天上的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划过去就没了，划过去就没了，很像。如果看自己的心中的念头就像看天上的流星一样，那首先确实要有我的智慧啊，就是一个客观的态度。但是我们有我执的缘故，我们就想去执着这是我的念头啊，执着自我，这样呢就无法安住这个究竟菩提心了。所以究竟菩提心必须要有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的深切体验啊，不是说这个法是我有我执啊，你法我执也是一样的，还是觉得这个法是我自己产生的啊，是我在起作用啊，是我在思想啊，这个执着还是以我为中心来想这些法，那么这个法我执在的话，你也没办法了了分明的观察身心的运转。我们凡夫总是要没缘也得换一个缘、想个缘出来判，所以一切缘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啊，幻想一个缘，一切外境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你自己的心变出一个境界出来，然后自己又去攀它。心无所缘呢，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我们总是有所缘啊，那我们心有所缘的时候就是对立的，那心无所缘就是心呢自然安住啊，自然安住啊。你像外道修禅定，它都是有所缘啊，有能有所啊，能觉所觉，能观所观啊，能闻所闻，能空所空，那都是还是有所缘啊，很难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有所缘还是无所缘的状态，外道都没有办法知道。但我们看现在都处在一个能闻所闻的境界，我们还有很多所缘啊。我们这是妄上加妄，
开始是能闻所闻，像现在凡夫都在能闻和所闻的境界里面。如果能闻所闻断了以后，后面就有能觉所觉。你以为自己好像心无所缘了，其实你还有能觉有所觉。如果能觉所觉超越了以后呢，哦，后面还有能空所空啊，觉没有了还有个空啊，还有这个究竟的空性，那个还有一个法执还没有空掉，所以说是很难的啊，它都有所缘，所以要彻底无所缘那就好办了。这当然了，这是要求很高，但是呢你们大概要知道啊，不为升起的念头所牵引，尽可能随时把心保持在简单自然明晰的状态中啊，把你的心保持在最简单最明晰的状态中，心无所缘，什么缘都不攀，见一切境界啊无所住，那么就是最简单啊。我们可显上述任何一法修习究竟菩提心，并在日常行住坐卧当中持续地保持禅观中的感觉，观世间万法包括自身众生一切外境等均为虚幻的显现，就像一场梦，看似清楚事无实性。就像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想到梦的时候，你就知道看似清晰事无实性啊，都是虚幻的。你正在做梦的时候啊，那什么都很清晰啊，清楚的很，跟真的一样，并且你在梦中也认为是真实的，其实你醒过来以后，你发现都是虚幻的显现。那这个呢需要懂得空性的教理啊，需要懂得万法皆空的教理，还要懂得这个大乘的这个唯识学的教理，万法唯识的教理。这个看上去很简单这么几句话，但是呢他把佛陀的讲的这个三转法轮的教理空性智慧都讲完了，才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心无所缘。然后真正的要达到心无所缘，你必须完全通达所有的教法和教理，你才知道什么叫心无所缘，你才能体验到，也就是说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心无所缘。因为你没有学到那个境界，就像阿罗汉一样的，他也以为他心无所缘了，涅槃了嘛，其实他还有所缘啊。那有些全教的菩萨，他自己的空性智慧里，他也以为自己无所缘了，以为已经究竟了，实际上没究竟啊。就像那个中观应承派的那个思想，他讲缘起性空啊这些啊，安住在他那种禅修的境界里面，他可能认为他已经哦，我的心已经无所缘了，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啊，万法皆空的这种中观的境界吧，他以为自己已经无所缘了，其实还是有所缘。缘起性空就是他的所缘啊，它圆在这个空上啊，它还是有所缘，所以说没有那么简单。那全教的菩萨也以为无所缘了，其实还是有所缘。这个地方是很难的啊，得慢慢的一点一点修过去，才能知道。这个门外的人呢，不知道门里面的事，他看到一层门，他以为打破这个门，哎，就可以无所缘，里面就是空的。他把这个门打破了以后，出来一看，哦，还是有啊。还有一重壳，他又要去打破这个壳，打破这个壳以后啊，他发现外面还有一层壳。只有这个真正究竟的菩提心，他就是所有的无明壳都打破了以后，那才是真正的心无所缘啊。心无所缘这句话看上去简单了，但是要彻底是不容易啊。这个要真的做到了就不容易，但是教理上懂得是容易。只有当你心无所缘的时候呢，就能所不二了。这个心无所缘和能所不二是一个意思。师父经常讲这个唯识的时候讲能所不二，是不是？能所不二了，不就心无所缘了吗？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是吧？能和所合成一个了，那还所缘缘什么？能就是所，所就是能了，所以这个地方你们要听懂了就好办了，后面就好修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佛法无多止啊。其实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说难也不难。所以菩提心讲是一切现象如梦，
这个一定要懂得为时的教理，首先要学习现代的科学啊，对这个眼识乃至意识的形成，有一个定解。外境呢，都是眼识形成的，也就是外境呢，都是眼识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一些现象，如梦啊，如幻。那为时要学，这一句话很简单的，但是要学很久的，教理通达了，你才能真正的对这个一些现象如梦如幻啊，一些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能够升起甚深的定解。那么这样才能够开始观修啊。外面的一切显象呢，无我啊，没有自性啊，空无自性啊。我们经常说的啊，缘生显现，空无自性啊，一切万法呢是因缘所生，刹那生灭，缘生显现，空无自性啊，是吧？每天晚上你们上来分享的时候就说这几句话，这样不断的熏习，告诉我们这个心性是无常的，那这是幻化的啊，产生一切幻象无常，无常也就是无生了啊。就是幻生幻灭，就是无生啊，不是真实的产生了嘛，所以叫无生。那这样讲呢，就是慢慢的能够契入空性啊，契入人无我空性啊，然后再进一步契入法无我空性。这个呢，我们每天都在讲啊。昨天有人问啊，这个开智慧啊，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啊，他们说根尘脱落，说了这么一句话。根尘怎么脱落了呢？就根尘相对而不生这个妄念。根和尘呢是接触的哈，触了以后就会有触心所，有了触心所呢就会有受心所。那我们现在呢，根尘一脱落，可能有触有受，但是没有爱。啊，我们贪爱的其实就是这个觉受，并不是贪爱外面的境界。外面的所谓的境界呢，就是这个法尘，前五识的相分啊，作为法尘，那我们第六识来分别了别。分别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有感受，有了受心所啊，有苦苦受、坏苦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啊受。有了这些受以后呢，我们就会有爱或者是恨。啊，贪着或者是排斥这样的心所，这个心所就是造业的心所，这些业呢会让我们产生痛苦。感受本身呢也是一种业果，又是贪爱产生的，贪爱让我们痛苦，痛苦让我们贪爱，这就是循环啊，互相增长。那我们要解脱呢，就要减少这个贪爱，痛苦会减弱，痛苦减弱了以后，贪爱又会减弱，这样越来越少啊，慢慢的趋向解脱。解脱了就不受业力啊的约束啊，没有业力的束缚，这就是解脱了。没有了业力的束缚呢，我们的心就认识这个众生的啊五蕴的真相，万法的真相，慢慢的就得到大自在。修行也没有什么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大家呢，不断的串习正知正念啊，就了解万法的空性啊，就像最后说的，禅修后啊，是一些现象如梦如幻啊，就是看到一些现象自然升起哈、啊，如梦如幻的感觉，真实不虚。慢慢的呢，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人我去掉，法我去掉，那么呢以啊如来藏为我们的本体。啊，如来藏是我们本有的啊，它无形无相，无人无我无法。如来藏性呢，它也不是说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它不属有，不属空，非空非有。所以说啊，万事万物都是非空非有的啊，因为我们的如来藏是非空非有的啊，那么一切万事万物是如来藏的展现，所以也是非空非有的。万事万物啊，既非空也非有。啊，我们了解人生和万物的真相以后，慢慢的这样的去串习，串习到后来就没有执着了，
啊，既不是长也不是断，是吧？非空非有，非长非短。这样慢慢的，我们这个啊心呢、啊，哎，就不会去执着任何事物了。哎，这样慢慢的，我们的圣意菩提心就升起来了。那么这不执着任何的法教啊，虽然我们有愿力要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们又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这很自在啊，整个法界呢无人无我啊，你看法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我，你还生谁的气呢？啊，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不存在，众生都是一些幻象，那你还生谁的气啊？啊，你还执着什么东西呢？啊，哎，佛菩萨到了那个境界，就不见一个众生可度啊，啊，是无一众生可度者啊，佛菩萨度化一些众生，但是呢。没有执着一个众生可度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众生都没有啊，全是假象啊，我也是假象，人也是假象，众生都是假象，那你还迷什么东西呢？是吧？还想着哎，我要去干活，我要去打工赚钱吃饭啊！哇，你真是颠倒啊！我都没有了，你还打什么工啊？还怕死吗？哎，着相很难哈，了悟空性真的是很难，但是了悟的当下真的是，哎呀，如释重负啊，一切都可以放下了，自在了啊，再也没什么好嫉妒的，再也没什么好争的啊，啊，再也没有什么干净啊，什么污染了、啊，再也没有什么常住的东西啊，再也没有什么断灭的东西了，什么执着都没有了。啊，看到所有的众生就像看到佛陀一样，所有的众生就是佛陀呀，啊，哪个众生不是佛呀？啊，那佛本来就是幻化的嘛，真佛无形无相，所以说呢，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呢，也是无形无相的，是你执着了它才有形有相，你不执着，万法都是幻化的，哪来的形象？那梦幻泡影呢？哪有什么形象？刹那生灭，是吧？哪有什么形状？啊，你自己执着长了，执着这个固有的了啊，执着我呀人呢，哎，你颠倒了，迷妄了，这就是迷妄啊，迷惑妄想啊，颠倒啊啊，迷惑颠倒妄想，那凡夫可怜啊，在这个无明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啊，越来越颠倒啊，执着越来越深，痛苦越来越多啊。轮回越陷越深啊，执着越来越深，痛苦肯定是越来越加剧啊，真是可怜可怜啊，诸佛菩萨们都说可怜可怜，可怜的是这个无明啊，众生的佛性不会可怜的，众生的无明很可怜啊，所以佛菩萨呢也就是帮助众生去除无明，恢复了本有的佛性啊，所以说佛菩萨从来不会啊产生情执的。对无明有什么好情执产生的呢？对无明会生起情执吗？啊，你对佛性也不会产生情执的。说我喜欢佛性，你不会吧？是吧？佛性无形无相的，你喜欢什么？佛性呢，被这个无明所覆盖，然后呢，幻化了一切万事万物。那你破除无明，恢复本来的佛性，就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了，也没有情执了，因为没有情执的对象了。你所执着的这个人呢、啊、物啊都是幻化的呀。啊，你执着什么呀？是吧，你要不断的每天告诉自己这众生是幻化的，人也是幻化的，这才是真相。万事万物的真相就是如梦如幻，是宇宙万物从来没有一个众生，如果有众生的话那就糟糕了啊，有一个就有千千万万个。如果有众生呢，那是本来有的还是后来有的呀？本来就有众生，那就成不了佛。本有的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吗？那怎么成佛呢？啊，本来就没有众生，那后来产生了个所谓的众生，那不就是假的吗？那就是无明幻化的，后来才有的，并不是本来就有众生。啊，这无明的，在无明的颠倒慢慢演化出来的啊。那既然是幻化的嘛，那么破除无明呢，众生也就没有了，你就恢复了你的佛性了，你就成佛了。这个圣意菩提心呢还是重要啊，你有了这个圣意菩提心，你看
那个时候度众生，那众生当下就在你眼里都成佛了，是不是啊？你看圣依菩提心多殊胜，我刚才已经讲了，就近圣依菩提心升起的当下，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你看这个多殊胜，还用说三大阿僧七劫吗？我要发愿度一切众生成佛，但是呢，在就近圣依的菩提心中，当下众生就是佛，当下就是永恒呐、啊，成佛了以后，当下呢就是永恒，当下众生就是佛。既然当下是永恒嘛，那么永恒的幻化嘛，永恒就在当下，所以说当下也在永恒里。那么呢，度化众生呢，就是无有穷尽。既然是永恒，那不是没有穷尽呢？无有穷尽也在当下呀。你看这个佛菩萨境界多么美妙，不可思议啊！别大妄想哈、啊，想了就不对了啊！师父讲的东西，这个时候可不能如理作意。这个时候如理作意就是颠倒妄想，这叫啊，在这个就近的圣依菩提心里面，不许如理作意。前面的都可以如理作意，这个后面的到最后就不能如理作意啊。后面的如理作意就是啊，妄上加妄，就是妄想了啊，就自见立知啊。自见立志就把无明本了、最后所有的政治政见都要放下、因为政治政见都是拿来如理作意的嘛。但是呢，到最后呢，政治政见也要消融、不许作意，作意就不是，这个要去证了、师父跟你们讲讲，不知道有人听的什么感觉、可能是有缘起啊。今天下午就狂风大作啊，原来是今天晚上要畅演妙法。师父也很少讲这样的东西，很少很少讲了。今天因缘具足啊，就讲一点啊，让你们也种上一个善根啊，种下一个成就就近缘圣依菩提心的种子。以前天天跟你们讲的都是相对菩提心啊，相似菩提心啊，今天讲了一点点啊，就近菩提心的影子，还不是真的影子呢，就是至于你趋向圣依菩提心的一个方向。没有这个书的话，也没有这个缘起，师父 也不会去讲这些东西。